开的。为什么没看到你开？嗯，有啊，你开有哪？吧？YT 呀、没有，没看到啊。哦，高看到了哎、欸，哈哈，有哎、哈哈，我的绘图笔嘞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看我看到听到键盘声，没有出现东西，你是不是要抖什么怪怪的东西？我没有啊。好，有的话你就完蛋。安啊。不行，为什么要画车图？要开台画车图？哎、欸，不过讲真的，讲真的，真的不像是我会画的图吧？大家好，可能会有从健保那边过来的观众，你们好。北西哦，你要玩？完蛋欸，哪次不完蛋了，对吧？哪次不完蛋了？啊，你完蛋了你。隔壁超度过来的，有啊，我追到千人超度台，我本来想说继续挂在小雨那边听的，然后想说就听台，然后画这个，后来我就问这位陪台的说，哎、欸，我要听台，然后画你这张图，他说你为什么不开台画？我说啊，那我可以听台啊，他说那你开台就开台画啊，我就。就好吧。大家好。哎、欸，你今天不是抖够多了你？我没有抖够多，我今天还没抖呢。小雨那边就一次了，75。哦，真的哦。超过了啦。你失忆了。我失忆了。这图真的有点18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画成这样子、欸。昨天可能压力太大吧，画一画画成这样子。然后给这位老板看，老板说他很喜欢。我看可可爱爱的图，我会变成这样子，但我也蛮喜欢这样子，因为很久没画这个眼神，因为我以前蛮喜欢，就是眼影这个很厚，但还是要换 DC。可爱，我觉得很好看哎、欸。我很好看，就是那个眼睛那个画法、哦。对啊，我说我以前喜欢这样画、啊，然、啊、后后面不画，就是因为整个是放弃就是写实的这种画风。就是我有讲嘛，我以前我有说过美术被当啊、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老师就是不懂为什么。我明明会画画，然后都是画不好还是什么，然后就觉得我是故意在找搞事。很少看你画车图欸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张图啊，还有温泉那张图啊，我还有这张图欸，温泉的啊，那时候我也是随便撇的啊，这张啊，谁的？你的啦。哦、我的吗？是这一张啊，这张我也是乱撇，然后丢给他，那老板说好，这个可以，然后就又画了、就是。舌头要伸出来，有伸啊。多多绿，他
你要不要换 DC 啊？有延迟，不然你都不知道干嘛，要不要？好啊，好啊。嗨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华电信，请问你这边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？有。嗯，帮我画画。不会。拜托、喔。我不会。没有。没有十八家都不算车图。啊，我很啊，对呢，这样讲也没错哈。可是十八家我就不行了啊，你能想象？那种可爱萝莉变成十八加的图嘛，这不允许的、啊，犯法。我是诺英的会师吗？算是吧，因为目前就是那我就说啊，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月初有聊天，然后聊天就是有就是因为那一次开始就比较熟嘛，然后我们的孽缘也就是那次开始发生的、啊，那就是。啊，其他的影片里面都有讲，就是在帮他弄一些他的东西。也不算他的专属会师啦，他就是也会去围一些大大的。天天都在画吧。就是他礼拜像他礼拜一有一些活动啊。那像昨天就是半夜突然毛起来狂吼啊，虽然他在玩跑酷啦。这张图要多一杯多多绿吗？不，这张要三杯、欸，三杯，好辣的多多绿。三杯会辣吗？不是有些会不辣吗？三杯不就是辣的吗？没有吧？我那时候吃了什么三杯鸡，吃下去我怎么不行？我想三杯就只是我挖过三杯鸡，然后想吃那时候想吃鸡肉。没有啦。啊，我那时候第一次吃三杯，嗯，因三杯应该是你点辣的，它会是辣的。可是它如果你没有点辣，它就是会甜甜的，你懂吗？还以为没机会画车图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要把他的手画那个掐奶的，就是手要这样子陷下去的。可是我就是。你就是还要再练嘛，就是手那种掐的感觉就画不出来，我就放弃，把手放在上面。有啦，我最近应该会努力想办法去练习 Q 版以外的吧，然后到时候再来接委托。哎，不行，那种东西不能接委托。哪一种东西？哈，就车图那一种啊，类似车图的东西不能接啊，我画不好，不敢接。怕被同业的大大骂、哦，这种图也拿来接委托，还接抄。我本来是想开日麻台，哎，他今天原本要开日麻台，对我本来是要教这一位，因为他日麻知道，但是他不熟。我说，那你以后早上无聊可以开日麻台啊？他说他不会玩。我说，哇靠，你什么海底捞月跟国师无双都知道啦、啊？他说：“那只是知道而已啊。”我说：“来来来来来，我教你玩。”后来想想不对，应该要他开台，我再看他的台，然后教他怎么打，而不是说他开他的，我开我的，然后这样子教，这样子不对，他这样学不到。叫他叫他，我们私下玩就好了嘛。有啊，你要不要？彤彤都说了，私下玩是吗？教你啊，没动力耶。我知道，我在私底下，我只会想要睡觉、跟看漫画，还有耍废而已。还有第一台，对对，还有看台。其实他现在声音已经快挂了，因为刚刚在帮他处理一个他后台这两天在发生的事情。不然昨天我发现，我以为他故意调的。你怎么没有跟我讲？我就以为你是故意调的啊，想说是不是。哎、啊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讲？啊，我就以为嘛，那是不是以后看到什么都要跟你讲？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啊！哦，你什么都要问是不是？李长博、喔？对啊，就好啊，李长博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没洗澡？
这个不需要，这个不需要。对，什么都要问你说的啊。好久还在需要。很久没和我玩了，我知道。可是最近就是因为白天太热了啊，晚上又有很多。最近你也知道，信你也都知道，我最近也都在看 V 那个嘛，台 V。还敢滴滴啊？信就是我这边很忠实的，你看我都有把观众带过去你那边。哦。是互相交流啊。香蕉不是，你看像我这边的观众过去啊，像次月跟童也会跑来我这边来啊。香蕉教你头啦，教你怕痒你怕哦，我在这里要再讲一次，各位都是繁星的观众，对不对？有一天半夜三点的时候，不知道怎样，繁星就打过来说：“欸，你怕痒吗？”我就说：“你在工厂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没有。”我说：“你怕痒吗？”哦，没有。那时候也是在画画，那时候画画想说无聊，不知道干什么。他、啊、就是画画画到突然想说：“欸，对你怕痒吗？”就传讯息过去了。真的不用那么的紧，真的神经病啊！谁会在画画的时候想：“欸，你怕痒吗？”没有，因为我在画画的时候头会跟着歪还是什么，然后想说你看看你也是不是啊？没想到我要问他，想说你又不会画画，可是又想说没事赖你的话，他、啊、只是给你看图，又要讲个话题给你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你怕痒吗？第三，哎呦，拔萝卜，哎，对，不要把我拔掉、哦。你怕走久吗？懂我。我后来，就说啊，我怕，然后他说哦，啊，我就问他说啊，你怕走久吗？他说没啦，我怕羽球。没有，我说我打羽球，你就标记我说你打羽球，我说啊，你打羽球。而且你把那个文章删掉，想说那时候又要回你，就发现不见了，干嘛羞耻哈？是不是？就是跟你讲说，你有种不要删啊，就发现丢脸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我没有，好不好？那你删屁哦！我爽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爽啦！欸，你记得是菱形欸，我记得啊，我都有在看、哦、好吗？只是画 Q 版不需要记这么多东西啊，画实体我就说啊，画写实的很烦，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去那个啊，你懂吗？嗯，对啊，啊 Q 版我就可以随便删减很多东西。明明就有很多人画、啊，不是吗？刚从蜜蜂那边超度过来了，他还在超度吗？他不是9:23超度千人吗？给你好一点。他还在超度，还在超哦。没事啦，他难得，他真的很难得人那么多哎、欸。虽然我也是今年初人才。第一次破千，被困在中介，去你妈的！你知道这件事吧？我知道啊。对啊，那时候我这辈子第一次破千，但是那时候播了保利达 B 的那 B 出现。哒哒哒哒，版权攻击就来了。我今天没有收到哎、欸，我今天没有哎、欸，我今天没事。你超危险，你都喜欢去滴那些歌回，然后我就很怕说，哎，版权啊，小姐。没事啦，哎呀。
凡西，冲啥啦，老板啊，凡西，哎、欸，啊，今哪里哈？哎、欸，加菜啊，哪一个？大魔乌龟，今哪里哈？哎、欸，嗯，尽量少讲台语啦。你是不会？我会啊，很多观众不会啊。哦，没关系啦。我没关系，我都现在很少讲台语，就是因为我顾虑很多观众，很多马来西亚、香港的观众，我这边比较多啦。港众，你在吵？哎、欸，屁呀！我跟你讲，我那边也很多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还是会照讲啊。啊，但是你就是不顾虑他们啊？你还记得你那时候的？我没有顾虑，我没有不顾虑他们啊，他们听得很开心啊。你那时候的那个，欸、来，这边有你的观众吗？来，挂樱花的打字。带樱花完全没有挂樱花的。等一下，我去叫那群带樱花过来。等一下啊！啊，各位宝贝们，各位宝贝们，是重点是你知道什么吗？他们有很喜，而且那个谁，就是香港的观众很喜欢叫我唱那个台语歌。既然是车图哦，你关台了吗？这样今天那款好玩吗？阿静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其实也不算车图啦，就踩边线而已。这张啊，你看这种东西不要上色真的是最好看的，不要上线稿是最好看的，你上了之后就毁了。等一下，我唠人，唠兄弟，喜欢听跟听不听得懂不相关。对啊，就像我喜欢听英文歌啊，可是我不懂英文啊，你懂吗？诺英，嗯啊，我说什么？你刚刚说喜欢听英文的跟喜欢那个不一样啊？对啊，所以他们喜欢听台语歌跟懂不懂台语是不相干啊。绕了带花，进来直播后喊声嗨。啊 ，OK， 有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差点把我的那个桌球。不是桌球，在你是桌球桌呢？不是桌球桌，那个好来了，大家有些人来了，嗨，欢迎来吃广告哦。带樱花的各位，尤其是那种国外的观众们，就是国外诺英的观众们，诺英想要问你们一件事情。哎、啊，你们就讲，老实回答，我不会拿斧头追你，也不会拿斧头砍你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没有威胁，好，你们自己听了，我没有威胁，就是诺英讲台语哈，诺英讲台语哈，你们爱不爱听？你们爱不爱听吗？自己讲自己诺英讲哇，又会打你哦、喔！太装可爱了，你看，不是，我不是说爱不爱听，是听不听得懂。哎、啊，那你们听不听得懂？就是关于就是虽然搞不好有些人听不懂，但是爱听啊，对不对？你是说，比如是你骂那个字的时候吗？哪个字？个案啊？没有。就是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我讲台语，虽然你们听不懂，但你们会不会喜欢听嘛？喜欢，一定喜欢啊！拜托你讲什么，他们都爱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现在在问什么？没有，我是说有些观众听不懂，我是说听不懂的部分，不是说听不。你在吵到加胡子了，我可以少一杯多多绿哦。
哎、欸，念念谁还你？我古猫啊，我处女座啊。啊，你到底要问人家什么啦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说你的观众听不听得懂。我刚刚是讲这句话。好，那你们听得懂吗？你们听得懂嗎？大胡子你要看，那你要给我波多多绿吗？不要。不是你啦，我是说彤彤啊，彤彤给我多多绿我就加，好吗？你们想加什么就加个多多绿给我，就加上去，像胡子。懂，懂。有这里有香港带花的，或者是马来西亚带花的吗？你给我加胡子试试看。加胡子很帅，我加这个给你好了，要不要？安心。对不起，好像不好看，还是不要胡子好了。那别人半懂半不懂，你看还是照听，还是爱听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也，我跟你讲啊，就像我讲啊，我讲脏话什么的，他们也爱听啊，啊，他们就很 M 啊。啊，只是我那时候后置，你不是去睡觉了吗？杠杠，他有点胡烂的，告诉你，现在几点他才不睡？他说要去睡觉的，我想说啊，刚刚要睡觉了，那我不开台了。杠杠，你满意吗？这张脸、欸，好好看哦！我的天哪，我可以不要上色吗？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好看的哎。那你先存吧，你先存吧。这时候就是把你看，我都把杠杠叫过来了，来吧，哦、大家一起讲啊！我的天哪，我要存档了，我要存档了，这样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叫你先存一个。啊，没胡子不满意？哎、欸，他说要加哎。要竞标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再下一个，下一个，竞标这个胡子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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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住手！你怎么知道？我听到我打键盘的声音，你住手！我不加，我不加，你住手！我晚点存一个有胡子版本的刚刚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住手！你住手！你闭闭！你住手！你松开你的手！你怎么这里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不懂你哦。你怎么知道？不要哦！你出手哦！这抽太凶了。我才刚打而已，哇！你怎么知道？等一下哦，有点怪怪的。我想要的是公开版本有胡子，等一下啦，等这张画完之后再加胡子上去。如果你到时候撑得住的话，我干，我真忍不住哎！不要，你住手！不会啦，不会。感谢刚刚的超级留言，不会什么啦，是我会不会的问题呀、啊，小姐，你是不是哪边怪怪的啊？我想要跟他尬光啊！不行啦，你尬不赢他啦。人家喇叭比你多好吗？你就只是那个每日登录的喇叭而已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你就是每日登录，不然就是那种十连抽抽到的正品的喇叭。等一下啦，锁骨要换哪里啊？白痴！我真的很想下手。你尬不赢，不要你松手，你松手，你松手。你现在用讲的就好了，好吗？你现在是全屏广播的，他现在是你是全屏语音，他是全屏广播。感谢杠拔的超级留言，你尬不赢啦，你不要，那你不要刺激他，他没钱了。就是你在那边刺激人家，更加尬广，人家害人家没钱，你看你。好啦，对啊，这边还要讲一下，就是诺英今天7000订阅了，感谢他，谢谢啊，你啪啪啪啪啪啪拿我的钱跟我尬。对耶，你拿人家的钱跟人家尬哎。对耶，我拿人家的钱跟你尬哎。你想什么、啊、你？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妹哦。我帮你把胸部再画更大了，原本不是这么大的，原本是这样。好了，你说好像话太长了哎、欸。嗯，
对啊，你看维持在线稿比较好看吧？对不对哦？不对哦？不对哦？锁骨到底该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你的设定，翻一下你的图。感谢诺伊的超级留言，不要这样啦！不要，不要。你是想感还是干还是感？感谢啊！怎么了？哦、oh, ，你想听我骂干？没有，不是我只。你看，你看啊，但我们还没讲完，就是你看，大家都是喜欢看诺伊，就喜欢听诺伊，就是讲脏话，不是讲脏话，讲那个台语。台语。哎、欸，是乌马哎、欸，乌马。哎、欸，乌马。对。哎、欸，他上次揪乌马，我是真的会去哦、喔。如果他是他，如果他跟我开玩笑的话，我会生气哦、喔。说你啊？我吗？对啊，跟我揪说是假的，我会生气哦、喔。没有啊，我有啊，要啊，哦、有就好，不是要啊，哎，你也要等解封啊，你现在还没有解封那个，你闭闭，现在、哦、现在讲那个，刚刚我们说渔翁得利，没有，我不是渔翁，他所有的钱都是杠杠给，那时候看到上面都是杠杠，刚刚要唱歌吗？你都已经给包厢费了，他给你钱，然后在那边你的包厢唱歌，哎，你看多棒啊！他没有在我的包厢唱歌啊。然后说今天你开台的时候。哦。怎么可以那么媚的脸呐、啊？天哪、啊！好啦，老板满意吗？还会不会哪边怪怪的？没有啊。确定哦、喔，我已经抓到哪边怪怪的了。哪里？这个肩膀。嗯嗯呢、啊？没有，就哦哦啊！我你要唱歌哦？叫诺伊不要影响我，看到有人 tag， 他有人不想离开，干我屁事啊！又是我的问题了哇！没有我，你们被召唤到底要干嘛？我刚不是有讲吗？我刚不是有讲吗？我刚问了，你太晚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聊完了。那个，总之你要请客而已，老板。什么？我要请客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他要请客。哦，你是说罢工要请客是吗？对啊，就只有罢工请客这件事情，其他没事啊。没错吧？是吗，诺伊？嗯，对啊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就是其实我讲台语大家都 OK 好吗？对啊，你 OK 啊，但听不听懂是其次啊。所以没有毛病吧？没毛病啊。大家也，你刚刚就哦，你刚刚就在那边说我不体谅观众。不是，好，对不起，我道歉好不好？我太体谅我观众了好不好？因为有时我那时候上。后那个剪片后制的时候，那时候看聊天室一大堆人就说，那个什么，那时候说轻松生存可不可以台语少一点，马来西亚这边听不太懂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很多像酱油在讲台语还是什么的，我那些精华通通全都剪掉，完全没有剪进去，在那一部分很好笑啊，没事啦，对不起，我道歉，我道歉。好不好？这个是我觉得，就是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哎、欸。嗯，就是其实有些人就是也是爱看这种东西，但是你却把它剪掉了，是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我就是要加更多的时间去解释那个台语是什么，还是什么鬼的之类的。你不是都我怎么讲？怎么跟你讲？就是其实很多也是爱看的，一部分不爱看，但是一部分爱看。你不能说因为、啊、你不能说因为就是哦，一部分的人不爱看，就不让那个你爱看的那一部分去就是
做一些事情。你记好，你要嘛就是对不起，你要嘛，你要嘛就是都剪进去，反正有些人爱看，有些人不爱看，你就顶多在上面打说，哦，这里是台语而不习的话，请跳到几分几秒，这样也 OK 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嗯对吧？有道理吧？换了吗？嗯，你记好，你教训我这些话，你之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话，我再把这一段记录档丢给你。我刚刚讲的时候啊。我刚刚讲不是，我是来来来来，认真的，就是你今天下午是不是担心观众不喜欢你还是什么的？有的没的，有没有？没错，观众的喜好本来就是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担心那件事情？不是那个不一样，啊、你不一样。我现在讲的是台语的东西，我在台语这种方面我一直都没有担心过，好吗？嗯，对。嗯，那你今天担心观众干嘛？哦、我要跟你打架了。来，我上麦快 ，Happy 手嘛，谁是杀手嘛？来来来来来，我要跟你打架了。我们就来个兔子帮跟樱花帮的，然后就组队打船那个国战。我要发疯了，我真的要发疯了，发疯、就是啊。怎么讲？哦，气到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就很好看啊。我知道很好看，你不要再加胡子啦，哭啊！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就是为了胡子，好吧？你就原本存一张胡子的，再存一张嘛，好啦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这边七七八八，他凶我？怎样？我不能凶你吗？欸、我快气死了！我跟你讲，我很认真跟你讲，然后你在那边觉得就是没有道理，可 是我没觉得，我没有说没道理呀、啊。啊，嗯，啊，你不然了啊，我怎么了？我又怎么了？我刚刚讲的有道理吧？有啊有啊，你一直很有道理啊，就是、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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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要跟你讲话。干嘛啦？那、啊、你的胡子要什么颜色？你要棕色还是樱花色？诺英，诺英，太难啦！哎，你的好友名单少了诺英这个人。没事，我昨天已经少了 Bobo 这个人。我头发颜色是这个颜色吗？我都是画这个颜色的呢。是吗？我还是我去看，我都是画这个颜色的。没有，你直播比较黄。红标的黄吗？啊，随便啊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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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气死！我现在不太想跟你讲话，你继续画。那、啊、你下班了吗？还是你还在上班？这头发好恶哦、喔，看不下去了。啊！你怎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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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怎样？你到底想怎样、啊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在讲杠杠啦。哦，你到底想怎样嘛？啊？嗯、欸，你在我的台不喜欢就算了，在繁星台尊重一下人家好不好？哎，我跟你打架、喔，我真的会跟你打架哦、喔。你休假，你现在工作周休二日，哇，恭喜恭喜！哎、欸、啊你上次推荐我用的那个软体，你还有在用吗？我还有在那个用哎、欸，我想说一次给你，我没有话不想要的啊，我没有逼迫他，好不好？啊、我没有逼迫我，他没逼啦，他没逼，我讲什么？好危险哦、喔！我讲什么？
放着了，先放着，现在挂又哦，好啊，那你要的话，我再把那个礼那个东西给你。我现在签到还有在签。突如其来的车，没有，其实这张画了三天了吧？想说真的只是练个骨架什么的。我也要。你要什么啦？我把你键盘拔掉了哦。你也太贴心了。没有，因为你说你有，你之前给我啦，我就去弄啦、啊，好不好？你要的话我再帮你。没有到车图啦，就只是比较快十八岁生日的图。你不要拿杠杠的钱，那是我杠杠老公的钱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杠杠，你杠他啦，杠杠。我刚抖多少？30块。OK。三十啦，你够了啦，今天够了啦，豆花已经。我要帮你恢复记忆力嘛。刚刚差点超度了，哇，好多从蜜蜂台过来的咯。哎。嗨，我是快要差点被繁星气死的小诺英。没事啦，兰兰也常被我气死。我差点没有中风啊！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你还好？真的假的？你现在还好了？哎、欸，你翅膀什么颜色啦？我翅膀透明的。我知道啦，不能用透明的啦。你要透明的话，我要另外加钱。你估摸哎？不是。啊，我很难解释。蓝色。不是，你要知道，半透明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鸡掰的东西，你应该不太懂啦。请问是阿凡达本人吗？是不是变正常了啦？这是选取这个东西，就是你选取的时候，你看这边有没有白色的？白色你就这样涂，他在跟你讲说你哪边没有涂白。我知道啊。啊，请问、啊、我就想转一下而已啊，怎样？不行吗？可以。你可以画透明的，我知道啊，只是透明我头发还要再画上去，我懒啊，变色了还是很色，天哪、啊，史瑞克，哎、欸，好看哦、喔，我不要跟你讲话，你每次都这样，我哪有每次？你没有每一次吗？我没有每次啊，你又把它用不是不是，那是刚刚的贺图那一次而已，就那一次好吗？跟这一次，哇，我有哪一次吗？你说，我传给你的图哪一次？来，你去翻，你除了刚刚的图，还有哪张图有绿色皮肤的？你找。我让你变哥布林吗？我让你变兽人吗？我跟你讲哦、喔，我现在下班了、喔嗯，我现在用下班的口气来跟你讲话、喔。哦，你可以骂脏话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行，你要有形象，不然会掉的。没有，你在我的台哪次看到形象？到你解封之前。爽了。我好像是你解封开始的前几天开始。
还跟你比较好的。解封开始的前几天什么意思？是你开始那个啊，不能讲脏话的时候啊，的前几天才开始有在跟你比较好。啊，不能讲脏话的前几天，所以是不能讲脏话还是可以讲脏话的時候？你那时候还是可以讲脏话啊？哦啊，没事啊，繁星都说，哎、欸，不要骂脏话啦。好，蓝蓝晚安。不好听，真的不好听啊！不好听，真的不好听啊！没有办法，有啦，一定有办法。我不是你，我怎样？我又没常骂干。没有，我又不是你，我怎样？就是你们的观众粉丝取向啊，我观众粉丝就喜欢我爆言啊。诺软体 SAI 哦。嗯，无同款啦，啥物拢无同款啦。你不要再出一些鬼主意了，干干，你跟我去睡觉啊！你不是说要去睡觉，然后你现在不去睡觉，你到底想不想睡觉啊？先把你打下，打成烂泥，然后叫你去睡觉，告诉你。我就说杠杠的人设可以起死皮呀、啊，用死敌起呀、啊，戴死敌起帽子也可以啊，不对？然后拿着吉他。她有哪个老公啦？她老公不是一堆吗？应该排到星期十一了吧？和尚卡主题。哒哒哒哒哒，一颗心扑空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却忘掉，被晒的地球晒掉。我今天标题打错，打什么了？他跟我说，我马上去改。快说快说！清唱不会有版权啦。我今天刚刚那唱那几个东西，我都没版权了。不是猎杀派对，是啊，对，是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感谢醉醉的续订，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。啊，对呢，今天玩那时候玩的那个不是猎杀派对，是什么？不要问我。你被杀的那么惨，还敢说啊你？对不起哦。哦，敷衍哦。对不起，还是逃脱升天哦，亡命奔逃背叛模式，是亡命奔逃吗？这是哪一个？应该吧，是亡命还是逃脱？怎么了？没有，痛。工作工作，不
不是猎杀派对，猎杀派对是他那个作者自己做的吧？等一下，我去后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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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逃脱升天哦，好，啊，逃脱升天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清泉的蒸馏水。哇靠！对不起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。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再更改。喉咙啊，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，放着让我来，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他们说你在超度欸。对啊。哇，欸，那个封面我晚点才能改，等我画完吧。就快不能玩光遇了，没时间。牙齿白色，八色。点歌没有点歌啦，他常常想到什么唱什么，像他其实前几天吧，狂在唱那个残酷天使，残酷天使怎么唱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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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 no 助手。不要吼的哦！我没有用吼的，你的喉咙会不行哦。不会啦，我怕你的观众先不行。哒哒哒哒哒，只能有你。没事，在密封那条音量。哇，你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在回观众。你现在说你想要的是那个啊，半透明，在哪？在哪？啊，不是说不用。啊，你想要啊？我没有，我哈，
我没有说一定要啊，你可以照你自己想要画的来画，我又不会强迫你。我哪次强迫你？你哪一次画图说不好看的？没有啊。哎呀，诺英怎么还在反镜子玻璃？哟，不要问我，我被抓过来的。嗯？啊？嗯？我被抓过来的。有一个人啊，就是想说要开画图台，然后又画我的图，然后就把我抓过来了。哪有啊？我是说我不想开台，我要听小雨的台画画。你就说既然要画画，你就开台。你都多久没开台了？对啊，你多久没开台了？我昨天才参加过小课团啊。我昨天没看你台啊。天哪、啊，那昨天我不该开台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多久没开台啊？我就可以说我四天没开台。你是不好能画。看一下，跟标题不太一样。当然啊，当然不太一样啊。标题归标题，内容归内容，很多都是钓鱼标题，好吗？我今天、啊、我今天才因为一个频道，我真的是很生气，直接点了那个以后不要推荐这个频道给我之类的。怎样？为什么？啊，他就是明明，比如说他就是盖一个猪人塔。然后那种猪人塔盖的效率明明就是超低超低的那一种，然后他就把那个猪人塔的那个样子那个嘛放在标题上，然后把那个最后完成的东西就是都用创造模式，像把金币的金锭全部拉满64个那样子的吧，那样子的盖法。嗯，然后你不要打字啦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然后他就是那个靠腰，有盖过那种猪人塔都知道，那种猪人塔效率是超级低的啦。结果他就是盖，你的衣服是不是蓝色啊？对啊，淡蓝色。好，上衣。然后那个品不是诺英的频道。然后那个频道它就是用创造模式在箱子里面就放满了那个金锭，后来就看到想说奇怪，怎么这种东西什么高效率什么影片的，它为什么观看只有1000多，然后再加上它只有那个副屏那么多，一打开看啊，想说怎么可能这种东西效率会这么好。那时候盖的时候一个小时你效率有一组金锭就该偷笑了，而且影片内容也超差的，我觉得哇，干这个东西，直接就是点了那个不要推荐给我，然后说是垃圾，散播恶意的，我在这按一按，我有多少老公，不好说哎、欸，那我看我跟谁玩，谁就是我老公了吧？你看我之前跟菜渣玩，然后就被脑补说我跟菜渣是一对。然后后面是跟巧克力玩，还又被凑成跟巧克力，再来又回去跟菜渣玩，又被凑在一起。你很容易被凑哎、欸。嗯。你 是跟男生很好啊？没有啊，我比较体贴。你是吸引男生？没有，我很怕哎、欸。啊！你也杀啦！你也杀啦！冲啊啦！又不是我设计的，你也不能怪我啊。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说。都可以呀、啊，哦，真的是樱花哎，好，等一下，阿爸，嗯，对啊，他在我的台就跟刚刚是一对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也不是我抽的，哈哈。我终于懂那种人家说有缺干儿子的那种感觉吗？
什么？有缺干男友吗？干男友可以干哦。我在上面加萝卜。刚刚在唱歌，真假的？去听啊！我是可以到处跑的女人欸，你以为？嗯？哎、欸，哦，没事。干嘛啦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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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你是忘记关麦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把隔壁台最万恶的东西加进来。隔壁台最万恶的什么东西？那只啊，就是有多少人想要拔掉它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超级多人的，好吧。哎、欸，今天一堆人在那边说哪来的萝卜？我哪来萝卜？什么东西？就是你那一根萝卜，快把萝卜拔掉！万恶的萝卜来啦！所以你妹的那个图解决了没啊？没有。那个失真失也太夸张了吧？对啊，就隔壁彤彤都说要拔萝卜，我很难过。拔萝卜，拔萝卜。你是要唱念你吧？哎呀，我也要拔萝卜。啊，对，不要花在这个图层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胖仓鼠那一次吗？没有啦，等一下吧。现在要先把我，要帮他用半透明的东西弄上去。啊。起来，再来，这个颜色。哦，我的跑酷真的有进步哎！我现在看别人跑酷，感觉别人就是哇，你懂吗？哇，知道啊，可以开始在挑说，你该这样子跑啊，怎么会跳不过去？真的有进步哎。有就好啊，搞不好你会跑赢我欸。应该不会。我觉得会呢，我那么烂。你我搞不好真的输你啊，你不要这样子欸。屁啦，你那时候还在我前面啊。那时候是因为你不会啊。好了啦，半透明弄好了。但现在看不出来。所以诺英为什么每次都被繁星杀傻？没有，那是之前。跟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差吗？他进步了。我之后跟他玩，我都不能在他面前嚣张了。我以前真的不会玩 PVP 耶、欸，我 PVP 是被虐的那种哎、欸，很正常。应该说之后吧，像小雨也是我们玩久了之后才真的会真的比较会起来啊，不然其实我们早期什么盾牌那些都懒得拿了，但也懒得用的那一种。
拿了也不会用，对吧、啊？这种画这也没有用啊，反正你眼睛最后是变爱心嘛。可是你要这种眼睛，不要爱心眼睛。哪一种？啊，都可以啊，好看啊。你可以两个版本啊。我饿了，我想要吃薯条。是啊。可是我今天的宵夜都给你了。你宵夜都给我，你给多少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宵夜哪有这么便宜的啦？等一下。你想想看，你昨天宵夜多少？我不知道。90、30、90、90、100、150块。那知道跑跳也比较快，我知道啊。哎、欸，讲真的啦，你们有时候知道你们是好心，但是就是不要在人家跑的时候去挡在前面，真的不要挡。有时候知道好心，但是这真的是影响人家在跳。我被卡主题吓到。我现在有点胃痛。对啊。那怎么办？棺材吧。那怎么办？棺材养老吧，要去住院。还没啦，哪那么夸张？会死掉。这要是啊，胡子版记得传给我。会啦，会啦，会啦。那、啊、你到时候要什么胡子？你跟我讲。娘吗？哎呦，不不不不不。你觉得我要吃什么？嗯，你觉得我要吃什么？你不是刚刚说薯条？可是我又想吃马铃薯哦，马铃薯、就是、啊，不是一样的东西？不一样，马铃薯条。你在骂我吗？马铃薯条呢？这是骂人哦。那这个是骂人的意思哦。马铃薯条，对不起，但是很好笑。感谢刚刚，那画完了哎、欸，画多久？感谢超级留言，哎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现在没有那个哎、欸，马铃薯泥哦，好想吃哦。你知道起司加马铃薯很好吃吗？你有吃过吗？嗯、你是没有吃过哇？起司加马铃薯，好没有、欸，就是马铃薯加起司。哦，你没有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干嘛？我白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去住院了。你白活了，真的，那个真的很好吃。大家应该有听懂我在讲啊，讲什么东西吧？不是啊，我平时就很少出去，不会吃什么东西啊。我吃的东西真的就是固定那几样，所以我比较偏是那一种。中规中矩的吃吧，就是可能人家会有什么新菜单、新什么东西的，啊，那种没吃过就不会理他的，对啊。哦，像我身边其实除了我，很少会有这样子的，他们都会学尝鲜，就试试看啊。啊，可是我就是我这个人又真的很急掰，真的就是觉得，今天你吃到好东西会很开心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但你吃到如果是很雷的，就会抱怨说啊，早知道不点了，什么时候开始在抱怨这些，所以就不想当那种爱抱怨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乖乖的就点自己平常吃。
像饮料什么，说什么哎、欸，夏日限定，我们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，比如说什么啊，葡萄柚什么鬼东西的第二杯半价，什么都不要，多多就这样，变得感觉这自己好像老人，但变得很死板。小玉，你们应该也有感觉到啊。是蛋饼哦，对啊，蛋饼。每次来淡水就是带上去吃蛋饼。你有机会来淡水，带你去吃蛋饼。那时候蛋饼，对啊，古早味蛋饼啊，不是早餐店那种蛋饼。就是他们每个兔窝的都说，有些人就是觊觎那个很久了。上次就是一个干爹来，他觊觎了半那个四年多，他终于吃到了，那时候他很开心。然后每次都点一样的，哎、欸，画好了，真的画好了，这是真的画好了，真的吗？这个给你 GIF 也可以，好可爱哦，可爱，漂亮吧？为什么是可爱？你有没有搞错、啊？CWT， 嘿，哦，好久没有尝试。之前 CWT 问你要吃啥，你说回答一样啊，就一样啊，就不用问了嘛啊，要什么就是要这个了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每次 CWT 说带什么饮料过去，多多绿，对啊。啊、哦，现在好久没有尝试啊，尝试是什么东西啊？原始人有没有？尝试？尝试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他说：“哦、这是两年前人类发明的语言，有没有？开始考古？嗯。”繁星在跟一个仙女讲话。嗯嗯。诺恩有 cos 吗？你们要看诺恩 cos 谁？姜子岛盾子吗？哇！哇！你不能吧？什么？我不能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你现在不行吧？如果除非知道身不知道身份这样子吧？啊啊！我只是公呀。哦。有场次，我会变成半透明的。我去了也没有人会发现，我是半透明精灵。我拿着木鱼在那边到处敲，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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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看到如果有人身体很难耐的那种，那就是诺音了。你以为是这种黑暗的巴洛克吗？不要了，不要再唱了，不要再唱了。不是啊，超度你啊。欸、对我观众那个有没有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啊？嗯，每次在你们的台都看得到他，我这边好像没看过他。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，晚安。每次每一个人都这样，每一个人都这样，每一个人看到他名字然后喊晚安的时候都这样。啊，现在没有我想吃的东西，现在都是烤的啊、炸的啊。你要赶快、欸，不然就像上次一样点到人家打烊。麻油鸡哦，好想吃麻油鸡哦，哇，我好养生哦。QQ 芋圆哦，麻油鸡那么热，你怎样？不是热哎、欸，还好吧。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，
你沉默的海，变成动人的，变成动人的啊、哦！每次那美妙旋律，我每次都沉醉在那边。声音跟谁摇篮中，一直到永远不醒，对吗？嗨，秀秀，我想要吃马铃薯。欸、他哪边要改？你说你胸部好像太低了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也觉得我胸部好像有点太低了，你可以画小没关系，但是不要垂，你懂吗？那我怎么改？大就是会垂啊。我。换这样子吗？哪样子？哪样子？把衣服抬高啊！哎呀，哎，别，啊！所以才说不想要上限高，懂了吗？懂了啊！问题就会一大堆。我想吃冰呢。原味豆花、珍珠豆花，还是我要吃豆花？可是我好想吃马铃薯，可是没有卖马铃薯。哇，我会不会很鸡巴？嗯，啊，我会不会很鸡巴？马铃薯好好吃，可是我这里怎么没有马铃薯？芒果，你觉得我要吃什么类型？热的还是冷的？当然是热的啊！不是。那、啊、你问我，那、啊、你现在又说，可是我不想吃热的，是吗？不是哦，我你刚刚你还记得你刚刚讲什么吗？嗯，你刚刚还、欸、你还记得你剛剛不是刚麻油鸡的东西是会那个啊，会燥热啊，那个不一样好吗？你有没有听懂？嗯，对啊，那种热跟那种热是不一样的。Hot so hot。那请问你的汉堡要吃热的还是冷的 ？You know？ 热的。对啊。那你觉得我要吃虾吗？是啊。啊！大家又要叫我想好了。我想吃虾虾，我喊几天了？这第几天了？你昨天的宵夜不是有虾？可是那个虾虾不是泰国虾。对你好麻烦，你去数一数啦。我肚子在叫嘞。哪一种叫？咕噜噜噜。我以为是呵呵蹦叉叉。那什么？啊，好想吃虾虾啊！你是不是敷衍我？那什么东西？嗯？你刚才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。你可能在装傻，但是我会说我不知道。啊！有章鱼烧，谢谢我好的。这是谁？那是仙女。我的雇主。嗯，仙女。我刚刚看到 Taco 讲，我要去看 Taco 台。突然的很想吃章鱼烧，我看到了章鱼烧，毫不犹豫下订单了。很好，我的宵夜有投入了110块。你点几份啊？三份。一份啊。一份100多块钱，8颗100多块钱，太贵了吧？拜托，你要想哎、欸，还有外送费哎、欸。哦，对呢，懂了。
好啦，快点，还有哪边要改？你觉得？我觉得，就算大雨了，嘿，你知道？我觉得，因为你说我觉得啦，啊，我就哼了一下，好像，哎，你要不要把胸部画小一点？哎，刚。那么小，你是说这边吗？对啊，我觉得那边有点怪怪的。你说这里哦？对啊，啊，突然可以了。干嘛？我戳到你哦？不是，这样差不多，好像刚因为我就说宁愿小也不要垂，你懂吗？宁愿小也不要垂。宁愿 A cup 也不要垂下。那刚刚其实说的是对的啊，我把你用小就好了。我没有说错的啊。繁星。干嘛？繁星。我小啦。繁星啦。我小啦。熊。我没回你哈咪哈就不错了呢。我没有 A 好不好？不装 B 硬要装 D。What？ 好，算你说的都对，您说的都对哈。付钱是老大。好难满足的顾客没有，好不好？我又不会挑他的图，只是他问我意见而已。不然他如果那一张给我的话，我也会满意的收下来。你说直接丢给你，什么都不管吗？对啊。不能这样呢。我也不会这样子啊。好了啦，你就无求无欲。无求无欲，那这张是不是更好啊？哪一张？这是什么？这样啊，这样就好啦，这么小，原本就小小的，看起来还好还好。啊，怎么就说上线稿之后就变过，就好吗？啊，有差吗？啊，有差吗？对，我觉得差不多啊，刚刚好，蛮可爱的、啊。因为你刚胸部修小了啊，对啊，好，没问题了哈。反正像我本人很大就好了。眼睛爱心不错啊，爱心在这里啊。应该还会有胡子版本啊，那个私下再画。还有哪边要吗？要都要要。要改啦！要。签名要签哪？你都不想签名，你知道吗？签我胸上。等一下要被人家说拿掉。你说萝卜吗？啊，你是说这边有那什么感谢厂商赞助什么之类的吗？你会被打、欸、我认真的、欸。我被打，我被谁打？啊？他们早就想打我了吧？隔壁的樱花、是不是？是。对啊。我觉得他们恨我很久，尤其是那个琥珀，哈哈，你想出来？琥珀，我注意你很久，我知道啊。琥珀，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你老实说。你老实说，我不会对你怎样。哦，不要加这个。不要。可是刚刚有。不要。刚刚有。不要就不要。我觉得一点点红红的可以。不要就不要。哎呦。就这样。没有啊。没有啊。骗的。你说谎。
看一下戴樱花的，戴樱花的在别人他注意言行哦，不要破坏别人的规矩哦。好了，签名啊，签什么名？我看一下。对啊，之前有人说要把刺青签在身上还是什么，被我骂啊。把刺青签在身上？对啊，那么多疯狂，白痴哦，手机没电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没有真的做了，被我骂。干嘛骂人家？有没有这个萝卜啦？我签好了。啊，你给我一张没有萝卜的版本。那根本不用签了嘛。啊、我做图的时候不就我做图的时候就不能有吗？不是啊，我就签旁边嘛，我躲起来签呐、啊。干嘛？我喜欢就好了，耶、yeah。嗯，你喜欢就好。这张到底是什么啊？我用到什么笔？我签繁星的签名超好看的哦。你不用写那个新的啦，你就繁就好了。就你繁，你就写繁或星就好，一个字就好了。你两个字，两个字看不懂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小小的你也看不到，就糊糊的。你懂我吗？那还是有好吗？有吗？我看不到，还是我眼睛瞎了？你瞎了啦，你老人了，你老了，你老了。敲麦块的时候我都看不太到了。你老了。如果显示别台的徽章的话，我应该变成那。对啊，杠杠会变成那个哎、欸，哇，名字超长的。就直接那种最长，才不要嘞，清楚系玩家，我是繁星，诺言镜是多少？诺言镜是200，好啦，250、300，300吧，应该是300。可是诺言很少戴眼镜，因为就哈哈，只有在学习的时候会戴眼镜，但诺言很少在学东西，所以很少戴眼镜。你笑屁啊！电话、啊？没有啊。哦，是啊。嗯。好了，可以关台了。还要干嘛吗？我、才开一个半小时哦。阿宝，虽然你其实开不久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就那样一下？哪样啦？你要干嘛啦？你要干嘛哪样啦？那个啊，那个啦。哇，你很紧张哎，你是怕我爆眼吗？你要干嘛？你很紧张哎。没有啊，你要干嘛没？没有啊，就那个一下。哪个啊？你有没有讲？有哪个 ？Happy 手啊 ！Happy 手 ，Happy 手不行啊！繁星的手不行啊 ！Happy 手还好，哎、欸、，Happy 手有画画的，要不要来玩 ？Happy 手有画画的吗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那个就不会说欺负你了，因为那个只能用滑鼠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图存一存。时间走。我很久没开，你是说新入股？请问你 Happy 手带得进去吗？欸、对啊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啊，为什么？那就好了。啊，不然我怎么跟人家拍片？你哭啊？啊，考不好你之后被 ban 掉啊。才不会好不好？我乖得很嘞。不是，喵哈也很乖啊。那个啊。哎、嗯，真的假的？很难吗？难吗？很难吗？活力宝贝吗？文档。
欸，刚刚你的胡子是要眼睛爱心的还是眼睛正常的？还给他挑呢 ，Happy 手，繁星有开过唱歌台吗？不知道哎，你要问繁星。哎，繁星，你有没有？他说都可以，有胡子都好。好，我唱歌台那时候是跟干爹他们一起去唱。哦、卡 卡, 卡。喂，我是跟干爹他们去唱的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说。抖内点歌，你是说平时在家里唱的那一种？你要说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那个 Happy 手，刚刚 Happy 手进去超卡。哦。对，卡一下，正常的。哎、欸，我没存档哦。哇，阿拉哇！我才发现。你关了吗？关好了，我都存好了。再晚点再画。小小的 cover， 然后你是说海绵宝宝那个还那个版权攻击啊？大厅选择我在一，等一下哦。哇哇，我完了，我觉得一堆人要来找我了。嗯，有人要打死我，你怎么可以欺负繁星？没有啦，你的骑士团一定比我凶。我才没有骑士团，他们只会凶我而已。他们说只有我们可以欺负我们的诺英，你凭什么欺负他？对不对？才不会。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没朋友。哎、欸，把你跟我放在一起好母汤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嗯，什么？我跟你放在一起，还是你要？哎呦，头痛了，我头好痛。笑屁哦！啊，不行哦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要关掉了。笑屁哦！啊？你笑屁哦？我不能笑哦。啊，是是是，你刚刚说笑死，你看你的观众明明就很多，你现在跑来找我了，嗯、我要跑了，带着你的钱财跑路，哎，没有，你没有给我任何钱，我哭了。聊天室用，然后咔咔咔，是不是都是我在给你钱？什么东西？没。我在我的台唱阿弥陀佛，我下次再碎碎念。哇！我是什么？我的碎碎念模式又开启了。现在还在开台吗？还是它关了？我在开啊。我不知道。Hello。我没有那个。哦嗨。你说你在哪里？我怎么认识健保的哦？那个胡子推的。我在哪里？那怎么组队啊？完蛋了。Hello， 你点那个点指南针，选史莱姆球。喂，改标题哦，没有，他们就是需要钓鱼标题。诺英，诺英被霸凌了吗？我被霸凌了吗？为什么？喂喂喂。我说要玩什么，你先跟我讲，我先进去吧。哦，我说指南针。嗯哼。点了之后选史莱姆球。史莱姆球。对。没了。那我们就不用组队了。几瓶哦？我在三。我过去了。你在啊？
我刚刚不在，我刚刚在试。哦，来，我们点这个降速这个。嗯。卡 ，OK。要点载入哦，要载材质包，不然你等一下画出来的东西会很猎奇。斜线 P 就可以了哦。好。好了，然后等一下会自动出题目，我们就可以玩。哒哒哒哒，你为什么要学我穿恐龙装？我去换。对不起，不用了，好不好？不用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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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因为之前不喜欢跟观众玩，另外原因是会灌票。明明就有国外大佬，明明就画得超好看的，他画超好看的，结果被我们这群观那个被我的观众灌票。啊！我还是到我到现在还是不会用这个东西耶。等一下，喂，嗯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拜拜。颜色。颜色在哪里啊？哦，颜色在下面。你左键还是右键？死都搞不懂。嘿嘿。好。啊啊哎、欸、，OK。你好安静哦。画画啊。哦的。是哦，点错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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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然后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。谁啊？什么东西？你说我吗？不是你。哦，我以为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谁。哦、好久没画了哦，手好抖、OK， 我画完了。哎、欸，你竟然没有问怎么操作、欸？哎，你之前玩过、喔？没有玩过哎、欸。哇，那你真的是很强耶！不就这样子吗？艾喵哈，艾米呀。嗯哇，宝贝咪呀，你怎么那么晚了还在呀、啊？没有，这个画完就要关台了。OK， 我画好热，等你们。我也好了，只要等时间到。哎、欸、，DC 跳出什么东西？哎、欸。我想要吃东西，还剩几秒？
剩几秒？十秒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八月五号顺利吗？祝你八月五号顺利。还有投票时间，我是有点饿啊。你说谁？我啊。我是抱着没有想要拿冠军，如果谁投我的话，那就是灌票了，超明显的灌票。哎、欸，咪姆，你画咪姆，我一定投你、啊。我一定投你啊！灌票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啊？你在左上不是吗？我不知道。是你画的，就是有 ID 哦。哦哦，我知道，我要投给咪姆。不管咪姆一定要赢，因为他今天出配信，他今天超棒的。哇吉说，你知道八月五号要干嘛吗？八月五号要干嘛？你说我吗？对啊，你说你啊。我不知道啊，八月五号要干嘛吗？要去趴桌球。八月五号要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你要干嘛。哦，你说他，我知道你要干嘛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。我以为你说我要干嘛。哎、欸，太好了，这一局没有观众。你不是要住院吗？哦，对呢。耶、yeah, ，没有我们呢。哎、欸，你明天要干嘛吗？我明天我吗？对啊。我明天没有要干嘛，回大厅吧。明天麦块束缚器。哦，对呢，你的伺服器哈，回大厅了吗？回了，回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好漂亮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没有那个独裁之包会久一点。他来两次。你还要吗？嗯。哎、欸，是谁？可以在一场呀！感谢秀秀的300块，好啊，在一场。等一下哦，一，你的名字叫什么 ？N R R 你在不？底线不是不是 N O E？ 你在几瓶哥？哥妹，三，叫啥啦？阿姨底线 ，O E 底线，啊、多一个底线哦、喔。安内乌吧，乌下，接受邀请。啊、哦，有了啊，有了哈。那、啊、那我们去玩更白痴的，啊、哦，会吵架的东西。那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？好，你去尿尿。我拿个，哦，我拿个。好好好好好。哎、欸，哪个是你盖我猜啊？你盖我猜是哪一个啊？不然你就是大家一起盖东西的是哪一个？建筑独立出去啊，独立有，想说跟他搞，可是建筑是不是也很危险啊？建筑不是容易被崩台吗？你看，你看凯吉，搞，是这个吗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之前有这个吗？你盖我猜，跟我好像哦、喔。那要打英文单字，因为之前有人是盖那个啊，什么什么炫什么喷什么炮的那个啊，然后造成说玩那一区的人很多人被 ban 不是吗？对啊，巴米亚有时间跟诺英我啊，然后一起来玩这个啊，对啊。脚什么白的？对啊，等他回来吧。谁是杀手？可是谁是杀手玩到会走心哎、欸？我
什么礼包啊？啊！靠！靠！可以啊，丢就去，真的齁。可惜礼拜一，礼拜有人摔东西了。可惜礼拜一你们狼人杀，我要很晚才能去，不然就只能看台而已。哎、欸，诺英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刚戴耳机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刚刚讲我坏话吗？没有啊，刚才米娅好像也有兴趣啊，改天可以跟他玩，打完还劈手啊。哦、我最近很常找诺英，怎么了？你吃醋了吗？谁？嗯，苹果，知道。我找谁谁都会。嗨。老鼠。你看有老鼠。嗯。很大的老鼠。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大老鼠哎、欸。然后我看到了，它怎么一只粉坑？有另外一只恐龙哎、欸，你们一起的哦，我兄弟啦，他们女的啦，这是团队的哦、喔。然后，我们要一人盖一个，或是怎样？盖，就是你盖我猜，对不对？就是盖，然后比分数谁最高。哦，好。那我知道我要盖什么了。灯塔、海盗、海盗，你要选哪一个？灯塔。来吧，创造模式，现在创造模式。他要干嘛？盖灯塔。灯啊，好烫。你要怎么盖？你要怎么盖嘛？你要怎么盖？帮你盖蓝色地板好了啦。你要深蓝还是浅蓝呢？你觉得哪个像海的颜色吗？当然是都有啊。盖外围啦，灯塔里面淹水哦、喔。啊，外面啦。兄弟啊，啊。他不会用创造的、欸，我创造跟白痴一样。当然有书可以那些可以用，可是我怕你太无聊了。你很贴心嘞、欸，厉害吧？嗯。感觉你跟米娅他们玩这个也会吵架，不吵架会很乱。要不要改天你们跟他玩一下啊？你说米娅吗？对啊。其实我们 B 圈很少再约麦块嘛，麦块对、啊。约啊，市场比较高哎、欸。你盖这个，你盖这个，这样子一直吵一直。尤其基本上就只会出现什么麦块生存啊，然后。哦，这我知道啊。对啊，基本上都是麦块生存比较多啊。干嘛？你的海浪淹过来了、哦？没有，我在看怎么盖比较好。你不要吵啦！海蛇呢，在吵你哦，我很抱歉。
有改过就好。还有四分钟那么久、哦，哎，真的，看起来有点微屁哦，不会干那种东西啦。对不起，我在凶你啊，抱歉，我不是要凶你，我没有微啦，不会干那种东西啦。不然突然回我一句，哦，繁星骂我，好开心哦。因为今天有听到你在聊鱼干的西瓜生存那个东西啊，其实鱼干西瓜生存那时候我也是那一批开始看，就很早期很早期在看。就我很能理，我很能理解你那时候说老观众的感觉。看来你很低哦。低什么？你说米娅吗？对啊。没有啊。什么灯塔啦，好丑、喔。完了，这样子的呢，下面太宽，不是啦，这塔就是要这样啊，我怎么知道会变成这样？有没有海浪的感觉？我觉得我有灯塔融化的感觉。我说我盖的灯塔有融化的感觉。你说有海浪的感觉吗？看有吗？我看不出来。对不起啦，好嘛，我就在雷嘛，对不起嘛。没讲话。抱歉，雷到你嘛。我又没讲话啊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倒数十秒了，我们在干嘛？帮忙铺地板啊！要铺地！你叫我铺地板的，你叫我不要铺、啊。我叫你不要铺地。你看，这就是有用那个的，厉害吧？哦，对耶，有水耶，忘记有水了，哭了。对啊，啊没关系啊，抖音，好好看哦。哇，背景还有这个耶，我们输了。你看，就有时候。碰到这种玩家会觉得比较困扰，是因为他们进来乱盖。哇！我卡。看，这是我们的。我忘记倒数了，对不起啊。倒数。倒数。水没事啊，水他们这个也不是用倒的啊，他们可能也是用
教书本还是什么弄出来的。匕首没有键那个啊，没有音乐啊。对啊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他有坐船船，我觉得短时间建造，我觉得超厉害的。哇，这是什么品客洋芋片？嗯，什么洋芋片？哇，都用这些，好卡。他怎么都盖得那么像啊？他不是要再拍片什么的吗？哦，是啊，卡卡卡卡，然后。好像吃不够哎、欸，点太少。哇，一个高手，哼！我们出去，我们不屑跟他们玩，都用一些东西现成素材的，没有啦。好啦，就这样啦。你要玩什么吗？看你呀、啊，啊，仓鼠，对不起，仓鼠，小仓，我想小仓，然后有仓鼠，仓鼠，哦，仓鼠哦，啊，有仓鼠，抱歉。打死你！告诉你，抱歉，我应该让你好好吃饭吧。玩其他的，我怕你会没空吃。PVP 啊，走啊！PVP 没有啦，让你的手休息一下吧。你都快要老化了，快死了，还前锋。嗯。你是说这个吗？真人 PK， 真人 PK 他会输我，他太小只了。你155的闭嘴吧。你也没多少啦。172啦。你没多少啦，来高个几公分，我跟你讲，我单手就打得过你，好不好？等你。那，哎，为什么突然进？你不是想玩谁是杀手？你怎么退出了？我以为我单人走哎、欸，我想，我以为我单人走哎、欸，他是不是？对不起，干我侦探呢、欸？我刚刚是侦探呢、欸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是白痴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单人，嗯啊，啊，这场结束就关台喽！啊啦啦啦啦啦！嗯哼哼，嗯哼，动作散漫又扭捏，我会改变你的前途，要成为男子汉，不认输。刚掉落，你死了是不是？没事。嗨。嗯。好近哦、喔欸。死很多哎、欸。你怎么知道死很近？我都是不知道，你会知道。用听的、啊。黄色的、喔。我看到了。五年行大运。你还活着吗？活着啊，我在躲啊。你知道之前要干嘛吗？道路会被炸掉，等到时候巧克力本来想要这样害你，就要害到自己。我知道啊，一起死啊！
你真的改仓鼠哦，白痴哦。嗯，妈的，你妹啦！白痴啊，搞仓鼠！这个不能乱改啊，这不能乱改，你改回来啦。你们这个不能乱改，不是吗？没有，他还没出道啊。个人是应该是还好。哦，他个人是的、哦，那好，你当仓鼠吧。那那过分了。猫儿要变成圆的了。啊？那你什么时候后面要？算了。加樱花哦。算了。你是说我还是小仓？你啊？为什么我要加？那你怎么后面要不加兔子？我爽啊，这样。那对啊，我也爽啊，你怎样？你凶哦，凶哦。没有没有。再讲，你不用玩了，你完蛋了。你完蛋了。小仓给你看刚刚画的，还是你刚刚已经看过了？我觉得我很安全欸，我跟美人说是欸，可是我很安全欸，他不会来找我欸。一张。嗯，我刚怎么过去的？这张放在哪边都感觉很奇怪。你才奇怪。真的啦，我讲真的啦。好，我们看，关掉，倒过来放在左上角。什么鬼？不知道。你要不要加碗泡面？泡面过得太安逸了吧？在干嘛、啊？你说谁？你呀、啊？我吗？我赢了。赢什么？赢什么？我仙女。好好好好。好了，下播了，你要下播了，你该休息了。要休息了，休息。感谢各位晚上。来，感谢各位来看《闪繁星》的直播。我是繁星，我不是繁星，你是繁星。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明天见什么？你要见哦？对啊，你明天要开台。啊，你不开吗？不知道了，最近真的怪怪的。他、啊、明天有伺服器直播，有兴趣可以去看他们那边伺服器的麦块伺服器的。嘿，啊，我这边明天到时候再说吧。你真的不开吗？玩只能哈，玩只能玩日麻了吧？你真的不开吗？好啦，就是这样啊。刚刚有听到内心的声音，大家晚安喽。你真的不开吗？大家晚安喽。我等一下晚点要去跟我的内心沟通一下。大家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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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哪一瓶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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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不开吗？你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哦，我在哪一瓶是吗？我关了欸。好好好，好啦，大家拜拜。你真的不开吗？